哎呦，这个生过爸爸哈，那边生过婶子，那边生过妈妈。看看我妈妈长得跟我媳妇一样吗？长得？那个椅子上坐的那个是我三姑姑哈，这个是我爸爸，也是我爸爸。也是你爸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和全。在三号的时候呢，我和我老婆呢带领我们这两个孩子一起来到了我媳妇的娘家云南。今天晚上呢，我婶子，就是那个我婶子，就是我那怎么论辈的，就是怎么论辈的，秀秀的婶子啊，秀秀的婶子也是我的婶子，请吃饭。看这个是我婶子，人又漂亮又贤惠，这就是贤妻良母型的，我叔叔真有福。今天婶子呢给我们做的好吃的，这个叫啥呀婶子？酸菜猪脚。酸菜猪脚，你拿个勺子，我让大家看一下。看一下吧。看看朋友们，这是我婶子做的酸菜猪脚。真是土，给人倒霉。有肉。看看肉。肉。猪脚也叫猪蹄子吧？叫猪脚肉，酸菜猪脚。腊肉，这个是腊肉，这个是啥呀？鱼米，鱼米包谷是不是？新包谷，新包谷。俺岳父爷俩今天晚上还得喝点，是吧？人家说现在生活没有忧愁，是吧？整点小菜，喝点小酒，是吧？对，没毛病。整点小菜，喝点小酒。婷婷，来跟叔叔阿姨打招呼。到了外婆家高兴吗？高兴。爸爸妈妈，那爸爸咱喝酒要喝满，是不是？人家说幸福满满，是吧？来，这第一杯酒呢，祝愿我的岳父爸爸身体健康。来，干杯了。来，祝我妈妈健年龄。哎呀，祝我妈妈身体健康，笑口常开。真的，婶子呢？今年是最累啊！俺婶子越来越漂亮，俺婶子年轻。谁累不累啊？这个玉米粒，炒的瘦肉，还有青椒啊，还有好多佐料。行的，你肉好吃。哎呦，这个腊肉是什么？自己喂的猪，自己喂的猪。腊肉过来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呢，在我那个岳父家吃饭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今天晚上最辛苦的还是俺婶子。爸爸，那跟大家说再见吧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